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啊。今天的话是大年初三，也是礼拜天，也是情人节哦，三位一体啊。哦，那今天的话就是带老婆跟女儿去那个景观餐厅吃个饭哦，就是过过情人节。哦，那因为他们现在吃太饱哈，所以在睡觉，好在睡午觉。那想说抽个空哦，过来打个这个夺龙坛哦，结果没想到去夺龙坛没多久啊，哦就被这个峰哥给他打趴了哈。我给各位朋友看一下战役，然后这个国战历程，有没有看到？6:03的时候被刀锋击败了哈，对方获得17功勋啊。我想说有高手在那边哈，他是一个很强的高手哈，他有学霸道又有学一级，一级本来就会有学，他只有庞德一级啊，哦跟他打的话完全没有胜算，所以我就过来这边哈打副本的哈，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打副本了，而且副本的话有这个跨服能量 X 可以拿啊，所以就想说来打打看好了哈，不然的话我的跨服能量 X 累积的有点慢，在这边副本。好，打一场的话好像可以累积7个吧，可以累积7个。那稍早的话已经有打2场了，速度真的很快啊，因为这一场我是抱这个龙龙九的大腿。有没有看到？各位朋友有没有看到抱龙龙九的大腿？那队友的话还有这个七星士、南俊太守跟 Days 啊，这位是越南朋友。好，那龙龙九的话他也算是我们伺服器数一数二的大课长。我点开价值排行榜给各位朋友看一下。排行榜他的装备真的很猛。加持榜。然后目前的话第四名跟雷洛的话差一点点而已，然后他前面的话还有云洛跟龙之神，龙之神的话很难超越，他的分数真的太高了，93万分，目前的话是从1到18服来比较的话是最高的一个，很难突破，他在上线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点装备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龙龙九的装备啊，他的血量的话是31749，估计筋骨数已经吞满了，然后攻击的话是871，防御的话是734，属防的话平均大概是70到80左右，很高啊，打他的话应该不太痛。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他的装备好了哈。来，第一件的话是抗碎争霸之铠，这件的话碎防冲到24%，这件的话基本上已经算是顶了，算是搞好了。那加持式的话应该不太会点，因为加持式的话好像有几率爆掉，所以他就不会去点他了。那这件的话是加13的抗仙争霸之铠，先防23%，几乎也是顶了，他不知道洗了几次，真的很厉害。那这个的话是抗腰的神战徽章，这个是6强的腰防12%。好，腰防12%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再搞一下，应该有机会再更高。那这个体魄地宫护符的话，体魄加12。我在想他以后如果说有扣扣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把它洗掉，洗成属防吧。我在想，那这件的话是这个加13的抗碎二来盾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防御力基础就有到51了，然后他的碎防冲到17%，真的很猛。好，这件的话真的很强，应该可以卖个台币好几万跑不掉。不要讲台币好了，就是好几万金跑不掉。OK， 那这个的话是加16武力公布啊，虽然说它是80等的那个短兵，但是对短兵来讲的话其实影响不大，因为短兵你不管是80等还是100等，它的攻击力差距可能就差10几而已，重兵的话才会差比较多，重兵的话可能会差到20-30，但短兵的话其实差不了多少，那它的攻击加持的话来到219啊，真的很高啊，219，难怪它的这个面板的攻击可以到871。 OK，那这个内衣的话是抗射相国兜甲降别人的腰防，然后他射防冲到17%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魏军护腕，魏军护腕的话它是白色的，估计它应该是有重铸过，那重铸失败来说就变成了白色的，这个洗一下的话应该有机会再变得更漂亮。那这件的话是抗火凤凰披风，火防15%，这个也是顶的，每次都是给他加5。然后这件的话是抗火争霸之靴，23啊，所以这个披风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更高，因为这个鞋子的话已经来到了23了，来到23了，所以它最高应该是可以到每一次的话应该是可以到6%还是8%，不清楚，反正应该是可以更高的它的披风。然后这批的话是红色的飞将赤兔马，体魄的话从很高到23。 OK， 好，就是因为有它的关系啊，所以打这个副本真的很轻松愉快，很快啊，时间真的很快。好，等一下龙龙九说年兽打不好啊，当然好啊，有他在的话，这个输出一定会特高，就有机会吸到东西了。当然好，当然好，当然好啊！不是当然会，当然好啊！当然好啊！抱大腿要抱就是抱干脆一点，从头抱到尾，副本也抱，然后这个狮子也抱。我问一下几点好了？几点啊？我不知道年兽是几点呢？跟你对打。南俊太守也是知道要抱大腿，他说也是加你打。Days 的话他应该看不懂我们在打什么，因为他是越南的朋友。好，算了，就不要反应好了，不然我怕他打字花太多时间。
柠檬说55分以下的样子，那目前的话是40分，有点40，那现在有点太早啊，有点太早。那我洛阳东好了。等一下先看一下什么好看的哦。其实75级的精英副本不用期待什么好东西啊。哦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龙龙九说40分，我妹说50分哦，什么说50分？东西好满啊，东西真好满。现在的话是17分，剩余时间还有17分哦。那我们的话，我想要这个一场副本是24分钟嘛，所以一场的话大概打7分钟左右哦，算是蛮快的哦，速度算是蛮快的。哇，东西好多啊，怎么办？惨了，我应该要砍一些东西啊，不然会满出来。这个开一下好了，开一下。速度啊，哦，开完了，40分，速度啊，是东还是西？洛阳东西也要哈，就是4个点都要哈，下口接停，洛阳东西都要站。好，那看出哪边的话，就是飞往那边。龙龙九下口，那我东好了，我东。OK， 好，我东。奥利奥说：“我先跑去等哈，我开车哦。”没想到开车的时候也想要打狮子啊，真是太热血了。好，我跟人工说话的哈。下一步，手下战利品，真的很快啊，真的好爽啊！好，一场7分钟。好，以前的话，一场我大概打20几分吧，现在一场7分钟就 OK 了。好了，现在要去站点了，那我先准备一下，好，先录到这边，好，待会打狮子见，拜拜。